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适合干枯发质的洗发水。头发干枯是指头发失去水分和油脂的滋润，而导致头发干枯易折断，发尾出现分叉现象。那么什么样的洗发水适合干枯的发质呢？对于这样干枯毛躁的干性发质，在选择洗发水时应对应选择碱性较弱且滋润型较强的洗发水，比如无硅油洗发水。头皮油头发干的情况下，平衡水油是关键。无硅油可以净澈头皮，去除头皮污垢，内含的油橄榄、阿甘油等精油成分可以抚平毛鳞片，修复受损发质，使头发恢复柔顺蓬松。